今天姐姐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，有请姐姐登场。我是小燕的姐�姐，我弟弟3岁就没妈了嘛，从小就够吃苦的，找对象还这样事的。我不赞成现在他俩这样事儿，那必须得还给我弟弟这个钱，我弟弟是辛苦挣来的钱，他必须得回我弟弟。那女人值得你这样吗？你这虎，你这么虎呢你？弟弟女朋友关系不错吗？关系对他太好了，现在就这次把我心太伤了。他有病上我家来，我那么照顾他，完了他这次呢走，给我弟整的跟丢了魂似的吧找他，完了跑我这来找我，告诉弟弟来找他来的，搁这块不见我弟弟，把我弟整都整傻了。那这女人要的什么用啊？动不动就跑了，动不动就跑了，还卷着钱给跑了。我弟弟一天辛辛苦苦挣的钱，是，他全都给拿走了。也怪弟弟我。你就不争气就完了，你就没女人就不能活了你？不是，是非得要她吗？不是你弟弟，我没女人不能活，而她对我太好了。没这个女人真不能活吗？真的，我一点都过不去，我找她都快找疯了。你找她，她的想着你吗？